悍将在5月25、26两日前进大巨蛋，举办悍将中学主题日，接连两天的赛事，除了最精彩的比赛，富邦 Angels 也热力应援，韩籍啦啦队女神李雅英也难得接力开唱，首次在台应援开金嗓，超甜音色 Q 唱 Go Stronger， 获得现场球迷一片欢呼声，超可爱的画面，小编要重播100次。釜山女神李浩真也和其他 Angels 嗨唱蓝色旋风，富邦音乐课老师韩婷都下不了课。女星们挑战 Energy 16吨，始祖是她踩高跟超狂。最伤男团 Energy 合体回归大爆轰，40岁大叔们16吨超级耗体力，网络也带动 Challenge 挑战。
敦真正始祖是风靡半世纪的流行女皇马丹娜。她在2001年巡演上才高跟16吨，掀起各种挑战，还被当成减脂操。不过医生也提醒要量力而为，16吨的动作，膝关节和髋关节都是在不停屈伸直，可能导致半月板被挤碎。